been said that you play baseball, play football, or play basketball. You don't play fighting. To put yourself on the line against an opponent trained to defeat you is not something for the weak-minded.月3的生涯模式，那这个生涯模式大家可以看到是以馆长为主角来进行这个生涯模式的。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James Gibson， 118公分， 117公斤，攻击范围是191厘米。那比赛开始。 那在左方的选手是英格兰的 Gibson， 在右边的是台湾的馆长，那是馆长是一个高踢击啊！哇，这抓到了选手的脚之后，再进行一个反击。那这个游戏的话，只要选手做踢击的话，你只要按下 L2 加 R2 就有机会把对方的脚抓住，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反击的话，直接做一个出拳的一个动作。 他出拳完之后，对方体力在丧失的状况之下，就有机会进行第二波的一个攻击。那 UFC 3在今年，是有出这个中文版，也是有中文化啦。那有兴趣的玩家不妨试试一试，因为在 UFC 3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格斗的一个系统，包含了在地面上或者是地面下的。 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系统跟这个招式，这些招式都是实际在 UFC 上面是有，或者是在 MMA 上面是有用到的。哦，这是又是一个反击啊！哦，差一点就把对手 KO 在地，因为反击那一刹那，对手的一个体力是极度的下降。那在对手体力极度下降的状况之下，是有机会将对手一击 KO 的。 不过，因为这个量级是重量级的，所以选手比较不容易击倒，可能连续出拳，又是一个反击，好球！就是在地面下要继续做攻击。那这个游戏在所谓的站立的战斗，或者是在地面的战斗，基本上都是非常专业，所以是推荐给喜欢格斗的玩家。 连续的出拳，对 Gibson 选手用踢击啊，只要对手用踢击的话，就有机会把他抓住做一个反击，就看他什么时候把踢击使出来。这个大老黑还不想用踢击，哎，抓到啊！啊，可惜，这个踢击如果踢中的话，基本上他应该是倒了。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再把他踢出来。 在等待机会，哦，我有踢了，没抓到，来来来，等到你了吧，吃拍吧你，KO，终于抓到那一刹那，直接做反击啊！我再看一下慢动作重播。 这是刚刚的跌倒的时候的一个慢动作，那这个是反击之后的一个踢击，直接打到脑袋，对手直接 KO 下场。第一场比赛是在第一回合就以 KO 来取胜。好，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感谢各位，记得订阅啦，拜拜。